跟我走。你小子给我下来吧！吴越，你拿刀捅我的时候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也好，你一刀捅死我，也好过被这骆驼给拖死。你走吧。你要干嘛呀？放了他。哎，那也太便宜这小子了。败坏圣龙泉的名声虽然可恶，但也不是死罪。他可是要杀我们。我们不是还都活得好好的？我们能活下来跟这小子没关系啊。知道。卓阳，你可千万别心软。爹，我不是心软，冤冤相报这事儿太累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周爷，我是刘婉儿的儿子，你最好杀了我，一了百了。柳氏断气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一了百了了。可我们俩的恩怨还没了呢。你娘害我失去两个亲人，但她是她，你是你。你没了爹娘，有家难回，这一切都是你娘造的孽。但她是你娘，你没法怪她，只能怪罪于我，这我理解。但我们俩没有恩怨。吴越，你的路还长着呢，背着仇恨往前走，走不远。你要是愿意和我一起回泾阳，那我们就恢复南园，一起打拼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我们就各走各路，从此两不相欠。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我们俩无论谁杀了谁，失去的也都回不来。可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再杀你，我绝对不会再犹豫。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周爷。